够领受上帝，能够领受你的敬拜，或者你能够好好的敬拜神。如果你是用你这里来敬拜神，如果你只是用你的身体来敬拜神，你就唱唱不了，你心没底。我敬拜你，简单之神啊！我被老哥聊天喝酒，我还能知的哇！他妈的，差个两百块哟！上帝是个灵，你不能用你的口来敬拜他，他就能领受你的。你怎么跟上帝 connect 呢？你跟上帝能够连接呢？你必须用灵来敬拜他。很多人是用口，然后他的脑啊，他的心啊，到处乱飞啊。等下去那里戏院看戏啊，等下他去那里啊，怎样啊？等下又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怎么又怎样？你在那个时间，你有两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，你没有好好敬拜。我们怎么期待靠着敬拜，透过敬拜能够看彰显到上帝的神迹奇事？在别的国家，在别的地方，上帝已经用敬拜成为一个武器，来使到很多人折服，使到很多人来信耶稣，使到很多人神迹奇事发生了。我们几时能够才能够做好准备来敬拜他？很多人不明白。然后他跟我说，麦克传道，我们要怎样才能听到神的声音？上帝不会跟你这边讲话的啦，上帝也不会跟你这边讲话的啦，上帝用你跟你的心灵讲话的。上帝是个灵，上帝是灵，他不会跟你的脑袋讲话，他跟你脑袋不会沟通的，他跟你的耳朵不会沟通的，他用他跟你的心灵沟通的。所以你要敬拜神，你必须用心灵来敬拜他。我要给你个正确的，大家跟我讲，我是个灵人，我是个灵人，我有个魂，我有个魂，住在身体里面，住在身体里面，我是个灵人，我是个灵人，我有个魂，我有个魂，住在身体里面，住在身体里面。所以你今天的你，我说 Joanne， Joanne， 我不是讲。我讲 Joanne 起来， Joanne， 我不是讲，我在叫 Joanne， 这不是叫 Joanne 这个胖嘟嘟的身体。我叫 Joanne 不是叫他的脑袋，我叫 Joanne 是他的灵人，灵人。当我称呼你说主啊，我麦克站来敬拜，不是你的脑袋来敬拜神，不是你的身体来敬拜神，是你的灵人来敬拜神。主啊，我敬拜你，是你的灵人来敬拜神。坐下来。身体干嘛用？你今天敬拜神，是因为你是个灵人 ，You are spirit being， and you have a soul and living in the body。你是个灵人，所以我们常常给自己穿最好的，吃最好的，吃到这么胖。我讲我自己啦，不是讲别人啦。吃得这么胖啊，那还有给自己穿最好，穿吃最好，然后睡最好用最好的。但是我们的灵人呢，三九八，一个礼拜才听到一次啊，一个礼拜才祷告一次，出来祷告哦，双料对应。现在讲啊，坦然打了一百出来听啊，不是你每个礼拜出来祷告不是错，但是你自己的祷告又如何？为什么灵人这么三九八？你的灵人没有力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。一定要喂饱你的灵人，你敬拜的时候呢，你的灵人就能增长，你的心灵就能增长，你的圣，你越来越圣洁，你越来越改变。如果你不靠着敬拜神，你生命不会变得太多，因为你没有在神的同在里面，神没有跟你讲话。很多人不明白，跟我讲说，麦哥啊，麦哥传道为什么每次出来祷告一定要倒下去，吃饱再得空是吧？没有事情做啊，倒得比较爽啊，很久没有睡觉啊。是的，每次你出来服侍，每次你出来祷告，你在圣灵的能力下祷的时候呢，是圣灵在做动工的时候。你躺下去的时候呢，圣灵在你的身上，从你的灵里面，是你的灵的里面呢，动手术，哪些肮脏的丢掉，生气丢掉，不原谅的丢掉，那些丑恶的丢掉，那些很多很多啊，妒忌心丢掉，贪婪丢掉，慢慢的等动工。我没有难处，我还没有做传道的时候呢，我每个礼拜都出来给牧师祷告。我的牧师祷告到我牧师 battle， 你要祷告什么？
我都不知道要为你祷告什么，不要紧了，只要祷告就好了。是的，每一次你躺下去的时候，不是吃饱得空，没有事情就躺下来就爽，没有，你让圣灵在你身上动工，他拿掉你所有的一切不好的，不让神喜悦的，不神不喜欢的。我的兄弟姐妹，今天我要讲的真正的敬拜，是必须用心灵的诚实，必须在言论里面呢，叫 die， 讲一起讲 die， 你是死的哟，你是 die 的哟。来，在言论就是必须是说一下应当的啊，必须的啊，责无旁贷的，正确而合一的，而且是命令来的，应该这样做的。如果你不应该这样做呢，你就没有敬拜神。你一年这样过去，两年这样过去，你都没有敬拜到神。真正的敬拜，今天上帝说，真正的敬拜是你要敬拜阿爸父。他的对象是阿爸父，不是拜人。哇，今天牧师来，哎呀，牧师没有来讲道，麦克在传道，哎呦，心惊到不能够，哎呀，这样哦，你的敬拜的人不是牧师，还是传道，还是 Joanne 啊，是什么？哎呀，组长没有来，哎呀，不拉掉，哎呀，牧师没有来，不拉掉，不是，你敬拜就是耶稣，今天一天。牧师去传福音给人做去卡解卡姑了，传道为了耶稣来为耶稣丧命了，你们还可以继续下去，因为没有牧师没有传道，你们还继续下去，因为神在我们当中。阿们，因为你们敬拜的对象是阿爸父，然后呢你敬拜的目的是因为你要爱神，你要告诉神你有多爱他。最后敬拜者，如果你是一个敬拜的人，你必须要用圣洁和信心来敬拜，你要相信神就在我们当中，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站立起来。